三零号如果那个猪肉没涨到40块一斤，我这个刀子不来收钱。你个多少钱？把你地大米没涨到6块一斤，我不来收。这个三零拿钱128，这个三零拿钱80。那你不知道说，那你意思三零涨不到你就不要钱了？哎，三零没涨到猪肉没涨到40块一斤，我这个菜都不来收钱呀。猪肉卖40块一斤了，我就来收钱呀。永远涨不到，永远涨不到，永远不要钱。猪肉买40块一斤了，我就来收钱了。那怎么拿给你呢？40块一斤啊？怎么拿给你啊？到时候三零，我到你家里面拿钱呀、啊？你写名字给我，写地址给我啊？哦，加个微信不是一样？哎，加个微信你把我拉黑了怎么办呢、啊？嗯，那我上了好多店的当的，有的是做房子，我上过好多店的当的。我掐没掐过亏来的，我就知道。有个电话号码还不行。电话你电话你不接我，得把我拉黑了。你电话号码你可以查得到啊。啊，我还通过他的手头个公安局啊，一把菜的啊。我写个假地址给你，你不还？你拿的身份证登记的了，大哥哎。你拿的身份证登记的了，你不能。多了，要往纸啊，要往纸上看。我擦，香了。那年才建了个厂的哈，这跑门厂来这个徒弟，不是他这个。停！大队的同志，我们一同检查，是吧？不能乱说。他都说，这边几个万。开热。好了。开热了。香港现在很混乱，你知道不？知道不知道？香港被你们美国人现在搞得一塌糊涂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为什么你们作为美国人，在我们中国活得这么潇洒，还允许你们美国人在我们中国香港乱来？可不可以回答我？可不可以回答我？你们凭什么去插手香港、台湾的事务？我今天是对你很客气，我认认真真跟你说这个事。我是湖南衡阳人，我叫徐鹏，我是一个爱国的公民。为什么你们美国人要对我们中国这样？我现在问你话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我现在跟你说话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我很忙。你忙什么？你忙什么东西？你忙那个逼的，你忙什么？我忙。你忙什么鸡巴玩意？我问你，你现在美国人在，美国人现在都欺负我们中国人，你知道没有？那我啊，你们美国总统叫人在搞我们香港，你知道没有？
啊，我问你，你们美国人为什么搞回香港呢？我问你啊，你现在衡阳，我问你，不要动了，你为什么要搞我们中国香港？我问你，啊，你们美国人凭什么要搞我们中国香港？我问你，看看，问，开门 ，open the door。Open the door， 美国人有本事出来！我问你，告诉你们美国总统为什么要搞我们中国人？在中国香港无所欲闻，擦黑手。我是中国军人，退伍军人，是不是要我重新拿起枪杆打你们美国人？开门原枪打你们！你不要弄我！我听志愿军民警吴永强，我现在在北京，我是来向国家信访局讨要说法。今年以来，我多次向中纪委举报陕西省纪委和书记王兴京充当腐败保护伞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，举报陕西省扫黑办主任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杨尚伟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，可是中纪委一直不作为，不受理。5月8日，我向国家信访局举报后，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当场表态，已责成陕西省纪委办理，并要求我尽快返回属地，配合调查核实。可是，时至今日6月25日，陕西省纪委拒不调查核实，不作为。外边又甜又燃了，哎，好大的烟子，又甜又甜又燃了，这个大火很大。我操！是好年头啊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带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带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带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带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